我是露露仙子，这些是我的好朋友丁丁，你好，当当 ，Hello， 东东，嗨，我们一起来学《弟子规》。弟子规 ，For love and harmony。弟子规 ，For love and harmony。弟子规 ，For love and harmony。The key to happy life is here。弟子规 ，For love and harmony。小心！立正！敬礼！手放下！向左转！向右转！向右转！再向左转！丁丁，你做得很好哦！因为我很认真地听你说话呀。东东，我们休息一下啦，你念得太快了，我根本跟不上啊！你慢一点啦，我好累哦。是吗？会太快吗？好啦，那我念慢一点。现在我们再来练习踢正步哦。来，预备备，向左转，七步骤，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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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踢踢踢踢。东东，你怎么了啊？为什么停下来？当当，你太没有精神了吧？人家丁丁是女孩子，都做得很有精神，哪像你垂头丧气的，要有精神啦！哎呦，走路就走路，不一定要有精神啊！不就是学校踢正步的表演，不必这么认真啦、啊！当当，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的？踢正步是大家一起表演的，一定要认真的做啊！还有，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也要抬头挺胸，不可以像你这样子弯腰驼背啦。哎呦，丁丁，我从小就习惯弯腰驼背走路啦。噼里啪啦砰，露露仙子好。你们好，当当，我都听到了，你不可以一直弯腰驼背的走路，这样看起来没有精神哦。走路应该要抬头挺胸，站也要站得端正。好的，露露仙子，我一定会改正的。非常好哦，当当，像你今天的行为就和我要教大家的弟子规有关系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弟子规 Let's go。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慎人训，首孝悌。下课的时候，我一定要马上冲到操场去抢最高的单杠来表演给大家看。好了，同学们，我们把这一句《弟子规》再念一次就可以下课了。来，跟着老师念一遍：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非常好，
大家念得很好，来下课喽。啊，好痛啊！阿喜，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了啦。丹丹，我的头都被你撞到肿起来了。阿喜同学，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呢？老师，我的头肿起来了，都是丹丹害的。丹丹，你对阿喜同学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刚刚冲出教室，没看到阿喜在门口，不小心就撞到他了啦。那你有跟阿喜同学说对不起吗？有。可是当当，你为什么在教室跟走廊上奔跑呢？我只是想赶快冲去操场玩单杠啊。当当，你知道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是很危险的事情吗？知道。那知道还这样做，老师要处罚你当一个礼拜的值日生。我明明就不是故意的，老师干嘛还要惩罚我啊？当当，你怎么了？怎么在生气呢？噜噜仙子，我今天在学校不小心撞到阿喜同学，不过我有跟他说对不起，老师还是处罚我当一个星期的值日生。当当，那你为什么会撞到阿喜同学呢？因为我想要赶快去操场玩吊单杠，一下课就冲出教室，没看到阿喜同学，所以才不小心撞倒他的。当当，那这样就是你不对了。我们走路就要好好走，不可以在走廊跑来跑去，这样是很危险的。不小心撞到别人，受伤了怎么办呢？噜噜仙子，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慢慢的走路，注意安全的。当当，很棒哦！那我们一起去看丁丁在做什么吧。耶！我要去福利社买汽水了。大宝，等我一下啦，我肚子好饿，我也要去买个面包吃。我也要去福利社买牛奶喝。大宝、小飞，你们不要用跑的啦！不跑快一点的话，等一下好吃的面包会被抢光光耶！对啊，我最喜欢的汽水只有限量十瓶而已。可是你们这样很危险的。小宝好。大宝好。小宝好。小飞你好。校长好。丁丁你好啊。哎，小飞跟大宝他们跑这么快，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去福利社买面包跟汽水。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慢慢走是要去哪里呢？校长，我跟他们一样要去福利社买东西啊，因为我们有学弟子规，教我们走路要好好走，不可以奔跑，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的。而且见到长辈要鞠躬打招呼，这样子才有礼貌。哇，丁丁很棒哦，都有把弟子规教的记起来。来，这瓶牛奶给你喝，就当作给你的奖励。哇，谢谢校长送我牛奶。哇，得到一瓶牛奶好开心啊。丁丁你好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啊？噜噜仙子、当当，你们看。咦，是一瓶牛奶耶，我要喝，我要喝。不行，这是校长送给我喝的。为什么校长对你这么好？是啊，丁丁，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校长特别表扬你呢？对呀，噜噜仙子，今天下课的时候，同学他们都用跑步的冲去福利社，只有我慢慢走，还恭敬地对校长打招呼，所以校长送我这一瓶牛奶当奖励。丁丁做得很棒哦，
走路慢慢走，看到校长还会恭敬地打招呼，有把《弟子规》教的知识用在日常生活中，要继续保持下去哦。谢谢露露仙子，我会的。那我们一起去看东东在做什么吧。同学们，今天校外教学要去的地方是科学博物馆，记得不可以乱跑，知道吗？知道。耶，好开心啊。等一下我们两个人一组，手牵着手排成一排走，不要嬉闹，要注意安全哦。好。过马路要注意红绿灯哦。好，红灯停，绿灯行。很好，那我们出发咯。大家要排队，一个接着一个刷悠游卡，不要把入口处堵住咯。小飞、大宝，我们来比赛，等一下谁先坐到位置。好啊，那输的人要请吃糖果。耶、yeah, 我一定不会输的。一定是我跑第一的。你跑第一又不一定会有位置坐。东东、小飞、大宝，你们不可以在月台上奔跑，好好走就可以了。万一撞到别人，自己又跌倒，是会受伤的哦。老师对不起。耶，捷运来了，快，我要跑去最少人的车厢找座位啦。我要先进车厢找位置。我也要，我也要先进去。哎呀，好痛好痛啊。我的头撞出大包了啦，好痛，我的脚破皮了啦。哎呦，你们三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我刚刚就说过叫你们要好好走路，不要奔跑，你们自己看看受伤了吧。老师对不起了，我们知道错了。好了好了，你们三个人就别再哭了，我先帮你们擦药。但是你们三个人做错事情，老师还是要处罚你们。等等到科学博物馆门口，你们就最后一个进去，知道了吗？老师，我们知道了。真是倒霉，我的脚破皮了，好痛哦。东东，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对呀，还说脚破皮了。我知道了，东东，你是不是贪玩才受伤的？当当，是我自己跟同学奔跑挤进捷运车厢，结果跌坐在地上，脚才会破皮的啦。东东，你怎么可以跟同学奔跑挤上车厢呢？我们走路本来就要好好走，不能跑来跑去的，更何况还在捷运站这么多人的地方，这样是很危险的咯。露露仙子，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走路，不会跑来跑去的。很好哦，这样才是有礼貌的乖小孩。完蛋了，我快要迟到了。快点用跑的，校门口就在前面了，再晚一点进去我们就要罚站了啦。阿喜、大宝，你们小心一点，用跑的太危险了啦，等一下跌倒怎么办？不行的，一定要用跑的，这样啊说不定能赶上。啊，东东，都是你啦，乌鸦嘴。阿喜，你不要哭了啦，你流血了，我去找老师来。阿喜，不要担心，老师来了。怎么走路走到一半就会跌倒了呢？老师，阿喜不是走路跌倒的，他是怕迟到，所以跑很快，不小心才会跌倒的。阿喜同学，上学怕迟到就要早点出门，而不是跑步上学，这样很危险，知道吗？咦，跟刚刚东东说的一样耶。刚刚东东同学也是这样说的。东东，你很棒哦，有提醒同学要好好走路。
我跟你说，我听了你的话之后，都有好好的走路，不会乱跑乱跳的，还被老师夸奖我这么做的很棒哦。太好了，东东，只要你都有做到《弟子规》教我们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棒哦。好的，谢谢露露仙子。弟子规 ，Let's go！ 弟子规 ，Let's go！ 叮叮，当当，咚咚，今天教你们的《弟子规》都学会了吗？学会了。那露露仙子问你们，不从容，立端正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就是走路的时候要慢慢的走，千万不可以用跑的哦。对啊，之前我在学校下课后急着要去玩，在走廊上奔跑，结果就撞到同学。现在我学会了，走路时再也不会用跑的。没有错哦，东东和当当，你们都说得很对。那你们知道揖声圆，拜恭敬又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就是看到长辈时鞠躬问好都要真诚有礼貌哦。非常好，你们三个人都说得很对哦。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唱跳跳咯。时候慢慢走，千万不要奔跑，抬头挺胸立正站好才有精神。遇到长辈时候，弯腰鞠躬说你好，点头敬礼态度恭敬才有礼貌。Not go too fast. Have good posture, head up. That's the way to walk with class. When I meet an adult, I must greet them with a bow. Lower my head and show respect. Have good manners. 大家在家里多唱唱跳跳咯。走路时候慢慢走，千万不要奔跑，抬头挺胸立正站好才有精神。遇到长辈时候，弯腰鞠躬说你好，点头敬礼态度恭敬才有礼貌。Not go too fast. Have good posture, head up. That's the way to walk with class. When I meet an adult, I must greet them with a bow. Lower my head and show respect. Have good manners.说你好，点头敬。
go too fast. Have good posture, head up. That's the way to walk with class. When I meet an adult, I must greet them with a bow. Lower my head and show respect. Have good manners. 弟子规 ，Let's go. Walk, walk, walk with me. Walk with me together. Walk, walk, walk with me. Walk with me together. One, two, one, two. Walk, walk, walk.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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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ne, two, one, two. Walk, walk, walk. Walk with me together. 走走走走走，大家一起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家一起走走。大家一起走走走。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奔跑吗？不可以，要慢慢走。没有错。那对长辈打招呼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打招呼要恭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很棒哦，你们都说得很好。不从容，立端正。百公斤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百公斤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百公斤。大家在家里今天学的《弟子规》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吗？知道了，露露仙子。太好了，大家多跟《弟子规》Let's Go 学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我们来一起唱唱跳跳咯。好，露露仙子。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百公斤，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百公斤，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百公斤。耶！弟子规，圣人训，首首听。弟子规，圣人训，首